俾啦俾啦，都要評選。好掂。參與呢個慈善活動啦，咁同埋可以獻唱兩首歌咁樣嘅，咁最緊要係可以籌多啲款，咁希望大家多多做善事啦。你都好少唱歌。近排就多咗嘅，因為其實我未入行之前咧，我都好想做歌手嘅，即係夢想就係做一個歌手明星啦咁樣，但係未成功，因為去咗跳芭蕾舞。咁然之後而家入咗行咧，就有機會可以唱歌啊、登台啊，咁自己都好開心。因為我係去到 KTV 係麥霸嚟嘅，即係sorry麥霸嚟嘅。你麥霸？即我唔理唱得好定系唔好啦，总之我入到嚟咧，你哋邀请我就听我唱歌咁样嘅。有咩饮歌啊你？我好中意唱王力宏啦、啊、周杰伦啦、啊、王力宏。正歌喎。系啊，陶喆啊、萧亚轩啊、蔡依林啊，即哇你好多喎、啊。即入咗行啊，系演唱会第一次唱歌系唱千华嘅歌，中意系朗朗上口啦，真系好好听啦，但系原来。他唱歌都有很多技巧咯，同埋我哋五月啦就嚟去日本開始拍呢個多功能老婆，咁我都希望取下經啦，因為一路即係由我哋 PressCon 到今日都好似冇再見過面啦，不過都見到佢好開心啊，佢同個仔仔出去旅行啊，然之後即係好值得我哋去學習嘅，即係又坐 economy 啦，然之後又好肯為 family 去enjoy 自己的生活啦，我好喜歡他，不知道為什麼他又經常都嘻嘻哈哈這樣，即忍不到笑 NG 多的了，你們遲收工啊，會的嗎？當然了，經常都忍不住笑的，我不知道啊但是你會害怕，如果是因為開心的忍不住笑的都好啊，這些可以做花絮的嘛，還有最重要我們拍攝的那個過程是和諧開心的，如果經常都很 serious 的我都會很害怕的，是不是你接媽咪棒啊？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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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年第一年加入。第一年加入？是啊，第一年加入。但是你接下來又結婚，那又要學校結婚，又要做 charity 功能咯。是啊，今年就應該會忙一點點咯，是啊，都籌備緊婚禮，那又會多一點入人際，學一下東西這樣咯，跟一下媽咪。你要努力啊。我要努力什麼啊？工作是啊，我會其實。卡朋友著落嚟點啊？我對上仲有架哥噶，所以排應該未排到我噶。同埋我呢啲拉仔，梗係有我啦，唔好搞我啦。揾你兩個做姊妹，佢哋會兩個都分別有啲好特別嘅角色嘅喺我婚禮上面係。唔會係做咩埋探者嗰啲啊嘛？唔會。我驚佢做司機啫要。我手車比較好啲。你自薦做司機？都得嘅，可以嘅，冇所謂。佢要我做咩就做咩啦。